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他焦虑紧张，咱再亮一嗓子，再唱一段好不好？那就好吧，唱一首庄家院的歌。好，最难当的不仅仅有明星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真的没有人可以一帆风顺。谁没有碰过壁，谁没有受过伤呢？只要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能像今天的两位主角一样，不畏惧，不埋怨，不放弃，我相信一定会迎来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。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《有请主角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